小型手办，小飞狼三代的一个开箱。哎，这个是它的工头，这个是它的工体。哎，它的开箱十分简单，就这些东西，然后带一个安装工具和一个机瞄。看一下尺寸吧。宽度一二三四，宽度工头的宽度大概是43公分左右，然后工体的长度大概是37的样子啊。它这个工头呢是一个全金属的一个工头，全金属的。包括它的前肢、滑轮、弓弦，这个弹簧啊，它就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护弦装置啊，在使用的时候，这个弹簧要拉到中间这就是一个护弦弹簧。工体看一下啊，它这个工体呢是一个塑料的后托啊，后托的位置，手把的位置塑料的，然后呢，它的管子。这是鸭蛋管儿，和这一块儿是金属的，整体不重，非常轻。看一下工体的长度啊，工体长度刚说过了是吧？37左右，工体长度37左右，是一个比较小巧的一个娱乐手办啊，我们叫做手办，小飞狼三代。这个呢也是一个可存珠子的一个设计啊，也是从这个地方。从这个地方把这个轴拨开，拨开之后可以塞十几二十个左右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后拉杆，拉完之后它就会，珠子就会从这个管子下面一个洞里掉到这个滑道的吸铁石上。你们可能看不太清楚啊，这块有一颗小的一个强磁，反正很简单，很可爱的一个小型的一个。娱乐手办，小飞狼三代。